今天呢，温度降低，夜间温度呢，能达到，七八度，我们必须增温呀，增温呢，我的方法呢，就是一个用燃烧油，然后呢，我们放上引线，燃烧油呢，就是主要是呢一个热值高，关键是安全。你看啊，你点，你只要没有芯儿你在上面点它根本不着啊，是吧？你点不着，它非常安全。是吧？下面燃烧油，你这样根本它不着啊，只有在有灯芯的地方才能着。你看往里倒都没事儿。燃烧油呢烧完之后呢，只有水跟二氧化碳，没有废气，特别安全。然后呢，价格比较低，一个经济，再一个安全。